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 F 哥第一棒子转成普陀，紫禁城 F 哥的第一棒子号已经正式转成了普陀山。此外，他的397神炼号的门派是武装神器和神炼号转成辅助和风系使用。F 哥的这一波操作也是绝了。二，新出160级琴音男衣，新出一件160级琴音三叠的男衣服，出防达到262点，体魔双加了63点。如果法系穿上这件衣服的话，其他位置可以多带一个小特技加法爆的装备。三，夫子庙女儿装备展示，夫子庙新的女儿村老板方佐已经转到了区内，这个号拥有神佑特效和6个特技，其中的愤怒笑里腰带在同类型腰带中属性排名第一。方总的6速度灵视也非常不错，戒指上排防御38点，下排速度35点，而灵视的初始速度则达到了38点。四，珍宝阁福战带天机城，在本月的213连福战报名图当中，珍宝阁福战队带上了9年的天机城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携带天机城门牌。